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中比喻，民主有如衣食住行般落实在台湾人的生活中。而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他的文章最近在大陆网站上传播，引起了极大的回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对于这个议题，两岸民众是怎么说的。 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文章中，龙应台说，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龙应台近年来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民主制度的优点，而他1985年的畅销著作《野火集》是80年代对台湾民主发展极具影响的一本书，不少大陆民众因此对他也不陌生。 他也是要想用比较感性的东西来说明台湾人为什么不想跟中国统一。我觉得习惯的生活方式当然跟制度有关系的了。干脆讲这个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一句话就是双方的制度根本就不同。资深政治评论家林宝华，2006年3月迁居台湾台北，他表示当然不想和中共统一。 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台湾相对来讲是比起有言论自由的，特别是我们从事评论工作的，这个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香港已经是比较差了，因为是已经给中国控制了。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的文章中说，台湾政府大楼为民众开放，办手续一路通行无阻，民众出国旅游或进修不需要经过层层批准，想出版书籍也不需事先经过审查，政府的年度预算都在网上公开提供查询。 台湾民众习惯看到离职官员搬离官邸、撤去秘书、取消福利和特支，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下台，法律保障民众的权利，需要病床不需经过贿赂。最简单的说法，就个人来讲，不管是国家小是个人也好，你是要当你自己的主人，你还是希望你的人生都被别人来支配。 比如说你的收入或者是生活起居，甚至嗜好、兴趣、一切，你希望你自己当你的主宰，还是你希望被别人来支配、来控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主人嘛。台北的一名刘建筑师也认为，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来比较，台湾人都不愿意与中共统一。跟他统一，我们觉得他的喉咙，我们的地位变很重要，我们控制太平洋。 不就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一天到晚受军事威胁。中国他们政治啊，完全没有上轨道，随便一个薄熙来，他的地位就可以杀人放火，这完全不可以信任这种政府。经济面，你看他们现在商人黑心食物、房子用竹子钢筋，他也敢盖啊，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感啊。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和许多民主人士的牺牲。 台湾要凭代理商陈丽云认为，目前台湾人希望更民主、更进步，或许大陆民众无法了解。是我们当然绝对不会希望像大陆这样动喊口号的方式说他们也是做到很民主。事实上，我们想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纯粹是口号式的统一。目前网上有超过10万大陆民众回帖关注这一议题，但是一位贵州网友提出疑问，他表示。 大陆领导者们希望在一国两制下和你们统一，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吗？为什么非要追求谁成为领导者呢？龙应台在文章中说，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一点不抽象。